自个儿正宗的泡椒猪肝，自己在家里面怎么炒出来？脆嫩又没有腥味。今天啊，5块钱的猪肝，给你们炒一个家常版的泡椒猪肝，吃的酸爽开胃，巴适得很。切好的猪肝开始去腥，放姜葱、料酒，抓拌均匀，再放清水，洗去猪肝里面的一个杂质。腌料放姜蒜、花椒，加入一包这个冒锅的复合泡椒料。搅拌均匀，任何的鸡精、盐味、豆瓣、泡椒你就不用去准备了。然后放点红苕粉，泡椒猪肝的底味就腌制好了，是不是特别的简单？一看就会啊。配菜用大葱，加入小米辣，铺点水淀粉在配菜。我用的就是这个药，冒锅他们家的复合泡椒料，现在在搞活动，15.8块买一包再送你一包，里面一包就有两个小袋，总共可以炒4次泡椒系列的菜哟。准备工作要做好啊，要直接下锅哈，10秒钟爆炒，炒出来的猪肝嫩得不得了。主播，好爱一泡椒猪肝，太下饭了吧，又嫩又滑。哇塞，酸爽开胃的泡椒猪肝下饭得很呢。想要自己在家里面试试泡椒系列的朋友们，下方就有我的同款泡椒料，有需要的你们也可以自己试试看哦。